我说我要我女朋友带便当来，我们一起吃。然后呢，我妈也不玩了，就说好走回家。然后好，那就回家。回家，然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那时候女朋友，我说啊，那就帮忙带个便当吧，我们就过来，然后来看看我妈，我们一起吃。然后呢，我妈一回家第一件事情上厕所，那厕所上到一半听到门开的声音了，哇靠！对，马上跑出来了，马上跑出来。然后呢，一出来看到我那时候女朋友站在客厅，然后拿着便当嘛。第一句话你知道她说什么吗？没有，她说。真的是个女的、啊，对，我想说，我平常表现的有那么娘吗？还是对？我妈第一个感触是对，真的是个女的，啊，对，所以后来才确定了，对我心里没有柜子，啊，来休息一下，一会就到。